时间转眼就过去，这时候不散的远行，只因为我们还在，心留在原地。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，这片天你我一起珍惜，我们没有合作过，来，你好，你好。每次各台的歌手就是这样子，如果我们两个都是就比较快节奏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一个来一个就走，一个来一个就走。对，通常都会这样子，所以很少，其实都蛮少沟通也在台下。是，而且就是我又是代表新加坡，我是代表马来西亚，对，可是我们和平共处化啦。而且一个比较高，一个比较矮的，今天为了你特地穿了一件很高的鞋了。对啊，可是我没有要输啊，我还是要穿高的、啊。你也是要配合我穿的比较矮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啦，我通常都这样子而已。我、都是这样子，因为很乖的，我怕等一下我碰到这个建兵大哥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像张雄那一类的啊，他是，他那个无论我穿高或者是矮的，他肚子还是一样大，还是对看着不舒服，没关系，看着不舒服嘛。来来来，他这个吃了很多钱在里面。好，那
接下来就安排第二首歌曲，带比较怀旧的一首歌曲。对对对，这一首安排了一首比较新的歌曲，先安排一首比较怀旧的歌，献上给您这首《巧合》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歌。会唱的朋友都可以送给我们的阿公阿妈。我跳舞吗？相聚只等一刻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相对默默话说。偶然间，这一刻转眼就流过。是否还能再见面？再见面，谁都不敢说。以后我会见到你。都好熟嘅，係阿差魚桶我比較熟，係啦，佢比較新，係嘛？出道差唔多係兩年嘅時間，兩年兩年嘅時間，算屬於新人啦。哇，我哋差唔多係好唔錯嘅，差唔多係成二嘅咯喎。而家阿丁姐姐，我影相係咪？影相 ，OK。唔好意思啊。擺個 pose 先啊 ！Thank you， 謝謝，謝謝 Melody。哇！咁啊，好快已經唱咗有十幾個歌星啦嘛。係咯，我唔知唔覺啊。咁請問你哋有冇離開過啊？或者一直從六點咧到依家坐到依家，係咪啊？好嘢，俾啲掌聲自己有冇？
哎，多謝多謝。哇，咁真係咧，依家咧下半場咧真係越嚟越多人啦，真係。阿姨啊，姨啊，呢個時間起齊，我講潮州，你講廣東係咪啊？誒，咁啊最好係咁啦，咁啊我自己都感覺舒服啲啦，講廣東話就。係啊。我那是打碟照煙啊，打更等那個碟貴貴會嚇，叫直接貴直接。會會會。誒，碟照那我就在咧掌聲聽台。哦，你問啦。排蛇排蛇，碟照啷貴在？誒，你又是咩啷卡在？功夫啷卡在？功夫啷卡在？因為這個是。牛车水，哦，呢度系牛车水。潮州话咪牛车水，牛车水啦，牛车水嘿。你啊，即刻跟单啦下嘴嗬。每咱新加坡人较巧吼，是咩话拢不是？对，是无我大晓，但是打了袂准啊呢。袂啦，你比我较好做件啦。真诶，我打了是件嘛袂准。啊，听好是你讲。即种诶人诶袂晓大概啦哈。袂啦袂啦，都是讲英语啦，英语就是华语啦哈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说的，那现在是说。而且新加坡是一个四大种族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不分彼此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我们根本就是一家人嘛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么现在我们穿到这样子，我很像是黄金啦，你是很像一条金条这样子的感觉，我不懂感觉是怎样啦，这些衣服都是新的啦，刚刚买回来的，咁就唔知道着咗我身材，对，穿得如何好啦，得唔得？呢件衫。掌聲啦，掌聲鼓勵啊！如果係好睇嘅，俾啲掌聲我聽下。我係有些少意見啊。係咩意見？誒，呢度都好完美啦。嗱，你聽日你去睇下老多啦，見下醫生啦。點解睇醫生啊？做大啲啊！唔係啊，因為呢件衫咧係非常之緊嘅，即係緊得好緊要嘅。哦，咁樣啊，所以窄扁咗咁樣。哦，咁樣啊 ，OK，言之正傳哦，回到舞台秀上哈。對。今天來到這邊哦，我們的綜藝歌台秀哈，這麼棒的樂隊，我們就少說一點話，盡量給歌手表演。係啊係啊，我已經好耐冇唱歌啦，都好少啦，即係好少喺歌台出現，但係咧就唱唔到。唱唔到咁好啲，係啦係啦係啦，所以我哋快啲放嗰啲歌星走，我哋等陣有機會唱歌，係嘛？咁啊，介紹下一位歌星好唔好？係，大家都知道。